Chachala, r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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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h.他是狡猾的，他是狡猾的，好厉害！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跟 Henry 抢椅子，我觉得是被 Henry 推出来的。Henry 每次都能把别人挤出去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看看我们龟贤的题目是， 来，这是什么呢？你看得懂吗，龟贤？我看得懂。这边，第二次。 嗯，好好，好，是什么？念一下。你们中最好的力是谁？哎呀，谁的力气最大？对，答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曹老师的肯定。啊，力气题在这儿。 哇，今天好多题牌！来看一下，抱着何老师做深蹲，15秒之内做的最多的获胜。哇！哎，是力气最大的受惩罚吗？不是，力气小的输的人做惩罚。那这样，就是龟贤，你觉得有可能力气会比你大的会是谁？跟你比一下。力气。 挑力气小，龟贤好坏啊！龟贤好坏啊！哎，这是一招，哎，来，龟贤，为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没有 ，no no no no， 17个吗？17个，17个。好，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感受吗？好呀，尴尬的。龟贤一直在我们哦。哎呀，是到立讯了吗？立讯，立讯，立讯。我只是计时的。好了，来。哎呀呀！预备，开始。开始。 我举报一下，力旭有把我颠，完全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。他本来找了一个就是觉得力气会比较厉害，力旭很厉害，然后他没有想到会被。但是力旭跟龟贤的方式不一样，力旭看起来很柔弱啊。力旭跟龟贤的方式，龟贤是这样，真的就是这样抱着在蹲。力旭就是有把我就是蹲起来，他到最后明显的就是蹲下去的时候就让我停在他身上，然后啪。 有点像炒菜颠勺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这一轮要惩罚的是龟贤。OK。龟贤，没想到。是龟贤吗？来，惩罚龟贤同学。龟贤，哎，等一下，惩罚前呢，每个人发一个，每个成员发一根羽毛，大家都可以去挠龟贤，好不好？好帅啊！ 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OK， 下一题。